次捏纸，然后吐气，快速的每一个手指经过，绕腕儿，慢延伸。好，吐气放松，又从反手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吐气，快速的依次连接，顺势沉腕儿、提腕儿，完成这个绕、慢抻，然后呢，快沉。记住，这个沉不是用膝盖，是用腰啊，腰部的力量传导到胯、到腿、到膝盖，快下沉，起，慢慢蹬踩地面，把腰身拉伸开，经过大臂、小臂、手，掌心托上去到双阳掌位，用你的旁腰、手臂的内侧、胸腰和脖颈一起延伸。双手合住，好，落下来一样，大三节。什么是大三节？大臂、小臂抹下来，然后手也去抹，食指搭住，看我动作，开、合、再开、打开。好，看我头眼相随相依，从低到高，合住。吐气，再从高到低，起，手搭住眼睛，放出去，手到眼到，起，手到眼到，看到没有？好，我们音乐再从头来一次啊，和音乐做，准备，二、三、四，吐气，六、丹、七。八，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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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起来，绕腕慢抻，哦，快蹲，慢起，合延伸，吐气搭手呆住，好，这样我们就连起来了。接下来的动作，左手带动，左手腕拎，左手腕运。看，把力量从左推到右，这个手腕有一个推过去的感觉，这有一个气球去推它，会了吗？左手腕拎，左手腕推过去，好，左手腕拉拽下来，拽下来，让它落，好，拽谁？拽你的右手下来，好，平抹回正。把这个过程连起来，运动过去，回来。好，第二次呢，我们要丰富动作的美感。第一次找到主动、随动。第二组快做，沉下来，出前腿点地。哎，手脚呢走一个反方向，打一个交叉，提起来。哎，头眼顺着腿的方向看到二点的方向。绕过来，出去，好，回正，走下弧线，回正，从右边起，放正，右手主动拎，右手主动推，右手主动往下带，右手带着拉平，好，快走，沉下来，拉出来，停住。好，接下来呼吸，脚收回来，双手交叉，压腕送指尖，看，压腕送指尖，落下来，走，压腕送指尖，再先沉胳膊肘啊，这时候用到了是，实际上是用到我们的小三节，对不对？小三节，肘、腕和你的手指，呼吸，走，肘沉，腕儿动，指尖送交叉，呼吸，从眼面前拉开，好，形成了这个小立圆的状态，看到没有？小的立圆。然后从身体
往手臂、往指尖去传的。收回来看，腰一回，把手臂，你看腰一动，是不是手臂会被它牵动啊？对了，所以腰往下落，手臂牵动回来，会了吗？然后呢，手臂一牵动回来，手、头是不是也会跟着动啊？所以它这个是一个身体的联动的过程。躯干这一部分，腰连着胸，胸连着头颈，腰、胸、头颈，推腰、挺胸、抬头立颈，看是不是这样？落下来，沉腰、肩胸、头眼，起来，推腰、展肩、挺胸、头眼外放。哎，躯干的传导，手臂这边，身体走，手臂拉过来，手指尖抹过来，推腰拉手臂，手指尖跟过来。哎，所以手臂和身体之间，他们要形成一种夫唱妇随的这个和谐的状态，相随相依，身法沉下来，手臂跟下来，身法推起来，手臂给出来，延续我的身体。你看我做一个抬头挺胸动作也就这么大，但是我的手臂可以把我拔起来，挺胸出来，对我向往的事情充满了无限的遐想。抬头挺胸到抬头挺胸，手指尖，哎，形成一种无限的延伸，意犹未尽的无限的扩大你情感表现的这个空间，清楚了没有？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慢撑快撑下来之后，从身体带动手臂延伸落下来，轻轻搭手，好，然后这个地方主动随动摆正，快走，出脚回，右手主动跟随走，再拉到反面，你看右手主动提，左手就跟它连着，随着它动，好，摆正，吸气，呼吸，吐气，看这个地方，生理上，气息上吐出这口气，身法上要给提沉，用腰带动，这很重要，别用膝盖。你看，如果你用膝盖、用手，这个地方动作虽然在起伏，但是看着就还是硬的了，明白了吗？好，所以用腰啊，交叉手腕，平拉手腕，吐气，看小的力圆，吐气放松，肘、腕、掌、指尖又回来，再来肘、腕、指给出去。但是第二次出去呢，我们在末梢的细节处理上给它一个哒弹的感觉，走，起，眼眸拉开往外送，哒，哎，最后的这个手指尖出现一个弹，手指尖哒弹出去，掌心手指，哎，弹出去，弹出去，注意这个手别打开。有同学哈，撒撒是吧？太撒出去了，大指还要合回来点，就像咱们前面练的这个。哎，拈花嫣然一笑，所以这个手，啪，弹出去以后，哎，精致的这个形态还在，嘣，弹出去。好，然后迅速手一上一下结合沉下来，一个手立着抹，一个手立着往上走，一个手立着往下走，然后我们的手走一个上下揉手的交替，吐气沉下来，
立着的，立着上下走的，做两次，然后我们开始这条斜线，你看斜线抹，这边手斜线抽穗儿出来，斜线的，找身体左右摇曳的状态。有的同学对左右摇曳，你是往里卷的，你变成扭扭，没洗澡，是不是啊？变成跳的有点刺挠了。OK，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典雅的左右摇曳呢，我让你去找斜线，在斜线上，在斜线上交织，而不是扭扭，哎，嘿嘿，哈哈，这个就味道完全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走斜线和走八字路线，你看他整个的这个人物的角色、人物的性格、人物的表象完全大不相同了，对吧？看到了，这是斜线，回这边斜线，回弧线往后绕。那往后绕就变成青蛇白蛇了，是不是？学到了吗？再学吗？好安静，大家都在听课，好安静。